彰化县警察局为因应县内警察执勤业务需要，于22日公布重要警职人事调动，并统一于2月25日前办理到任交接。其中，警察局秘书长主任谢良典调云林分局副分局长，田中分局副分局长纪孝书调户口科科长，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蒋英展调行政科科长，妇幼警察队副队长邱运如调训练科科长，彰化分局副分局长严志调秘书室主任，保安队副队长谢明远调西湖分局副分局长，西湖分局副分局长魏显华调彰化分局副分局长，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杨志平调北斗分局副分局长，云林分局副分局长吴在元调交通警察队副队长，秘书室秘书李一志、郑国伟、林世明分别调鹿港分局副分局长，保安警察队副队长及田中分局副分局长，秘书室局员陈清、萧小林、陈鹤瑶均调警察局秘书，其中陈清并代理刑警大队副大队长。彰化县警察局长关正哲期许借此人事调动，共同为彰化治安努力。公益频道彰化云彰化采访报道。